他平时的工作状态怎么样？吴倩一直住警方调查，经常会迟到早退。冰冰在演出，一直住警方调查。经常会迟到早退。冰冰在演出，一直住警方调查。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小朋友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会尽力抢救你爸爸。提问触发了儿时的心理创伤，非常了解吴倩的男主，预判了我们的预判。冰冰一手掌托起了我的吴倩。 不用整，有的没的，就看需要你的关键时刻，给我出现。所有男人都特马给我学起来。